记得王贝贝有说王诺是不喜欢吃王家酱炒饭的。你真的是王诺吗？罗密欧，你告诉朱丽叶实话好不好？你为什么不回我简讯？这什么？都是一些国际食材供应商的联络方式，都是台湾独家代理的，都是你需要的，对吧？你不用谢我，就当我送你最后的礼物吧。你难道不知道每一道功法每一个分量都要小心谨慎吗？你还一直打电话给我要聊这种无聊的事情吗？ Bruce 的神经是很大条的，下次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就直接告诉他，你希望他跟我姐不要太靠近，希望不要再有第三者。朋友，你真的很懂我。那为什么老师就不懂嘞？我们有七世的缘分，可是他都不懂我在想什么。你不觉得我跟你跟 Bruce 比起来更有缘分吗？如朕亲临，台式东森联合献映。